狮的起源传说与战争有关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将军呐、啊，他奉命去攻打敌人。谁知道人家是用大象打仗的，结果呢，将军被打败了。大象也会打仗的。是的，那个将军呐、啊，不甘心，就想办法做用布和绳子做假狮子，叫士兵们呢装上狮头，穿上狮的皮和毛，一起舞起来。大象看到是狮子，都给吓跑了。所以舞狮呢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阿北，哎，你刚才讲的故事可真精彩啊！是，你知道的可真多。你是不是也住在福建街的？是。哎，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很久以前这个舞狮队是不能够进入福建街的？哦，那是我阿公时代的事情了。传说里面，时间有一双眼，冷冷看着故事上演，这次又该谁走得远远，染红了整个世界，是怎样的季节，爱情燃烧着变迁，又有谁能留住那一天？我皮厚嘛，没关系的，下次可不许啊！哦，恭喜你啊，马老板！哎，你去年才开酒庄，哎、今年又开客栈了。哎呀，还几间客房能赚什么钱呢？哪像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的古董店只卖一块唐朝古玉啊，赚的比我们多上好几倍呢。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。哎，听说这次采星啊，红包可不小呢。哦，能够有那么多支队啊，真的来采星、啊。哎，来这采星了。哦。
你的招牌，你看这招牌不是好好的。总之你拆下来就是不对。什么？明明是你故意把绳子弄松害我跌了下来。我不管，我要你道歉。哼，我没做错事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哼，那是因为你有娘生没娘教。爹，你说什么？爹，真的不关顺服的事，招牌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。滚开！哎，爹，是要你看我不打死你！不要啊！不准打他！她是我女儿，我教训她不行吗？她可是我的老婆。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配马穷光蛋！你想毁亏？好，你不讲理，那我也不要跟你讲理了。呀！你自己有资历，臭小子，你打我招牌我打你。要打架我可是拜过师傅的。住手。师傅。师傅。马老板，是我徒儿不对，得罪了。师傅，是他们不对，干嘛要道歉呢？啊，你目无尊长，给我跪下。祸是我惹的，我跪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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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哥，金玉，走吧，来，我们走吧。牵着跟我回去。是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兄，哎，快起来。是师兄，哎，快起来，来吧，哎，快起来，快去吧，哎。我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？习武是为了强身健体，扶助弱小，不能惹是生非，不可以好勇斗狠，要以德服人。你们都忘了吗？拜年彩青都会出事，你们是不是要气死我啊？我把你从小带大，你应该明白师父的苦心，鲁莽冲动会误事的。我以后怎么把武馆交给你啊？你能不能懂事点啊？师父，是我代理无方，你打我吧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要。不是师兄的错，是马老板他欺人太甚。夏师父，我看他们是存心羞辱师兄的。顺服，你说。师父，您不知道，他们故意把红包挂得高高的，要师兄出洋相。是啊，师父，师兄是他未来女婿，他骂他是穷光蛋，还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还骂师兄有娘生没娘教呢。顺服。师父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怎么说他也是你未来的岳父，师父不能让你把婚事给搞砸了。师父，福建街很多商店的老板都欺负我们，这些年来他们都借着彩青来戏弄我们呢。你看古董店才给我们两个铜板，花生店只给花生糖。你看，这是师兄的岳父大人给的，这是两颗瓜子。师父，他们这么吝啬，等我们回办的时候要给点颜色给他们瞧瞧，不然他们教授我们的厉害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。是啊，那就叫做他们做初一我们做十五。安静，你们怎么胡闹，有没有替师兄想一想啊？大不了不要娶马老板的女儿。师兄，我们不娶福建街的，到朝天街娶一个。对啊，又不是只有马老板的女儿才够漂亮。哎，谁在称赞我呀？我带了好东西给大家吃，过来吃吧。什么好东西？来来来，过来吃。来，有没有酒啊？哇，有没有这个？哇，这个，哇，果然是好东西。黄师傅啊，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爹不好，我向你赔罪。嗯，不必了，看到没有？做人心胸要放宽一点，这就是以德服人了。金玉啊，你真是我们的好大嫂啊。是啊，师兄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，一定是前世修来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对，师兄说过非你不娶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多吃一点，不够我再去拿。好，师傅，过去吃吧。好，你们就不藏着。哎，你这个，哎。加了料，你快过来吃吧。来，你又怎么了？我不要你的东西，别在人家赖我偷东西。我知道你还生我爹的气，我向你道歉啊，都是我爹不好。你道歉有什么用？
他根本就不把我当作是自己人。我知道我穷，我配不上你。你应该了解我爹的为人的，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客气的，对我不也是一样吗？不是，他是重男轻女，嫌贫爱富。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他常打你骂你，总有一天我要好好的教训他。你别冲动啊，你跟我爹已经闹得那么僵了，再这样闹下去，我怕他不让我们在一起了。他早就不想我们在一起了，他这么过分，就算我不去惹他，史蒂文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喂，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打我爹啊？不是打他，而是跟他玩玩。你们别乱来啊，怎么说他也是我爹。是你爹又怎么样？是你爹就能够蛮不讲理吗？你如果你敢欺负我爹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理就不理啊，那拿去吧。冲顺服死顺服，那我不理你了。慢走啊。哪里拉住行李？拿回家了。不要叫！你好，不要叫！我家还有一个90岁的母亲要养，还有几个孩子呢。好吧，这个给你啊，你放我走，求求你啊！我不要你的东西，我不要你的东西，你拿回去啊！哎呀，哇！哇，喂，你伤得可不轻啊，不如我陪你回去吧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报警的，我扶你回去吧。来，走吧。走啊！喂，你就住在这里啊？是啊。小心点啊！来，坐下吧。对了，我这儿有点钱，那给你。谢谢啊。虽然不是很多，不过够你做点小生意了。偷偷抢想不好啊，从今天开始你要改邪归正，做一个好人啊。姑娘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不过从明天开始才改邪归正啊。姑娘，你不要怕，今天劫财你要劫色。姑娘，别怕我。你打我！看你往哪跑，你还想跑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你还是乖乖就范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早上酒坛里的酒明明还很满的，怎么少了这么多？我这是莫名其妙的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过来。酒怎么少了这么多？是不是拿去便宜那个穷光蛋了？
地里的工作不做，跑去跟那个臭小子鬼混，还弄成这个样子回来，是不是要气死我？得气死我是不是？去！你谁呀、啊？我正想找个房间住一住。对不起，客满。这么说，我的钱是没地方花了啊？钱？哎哎哎，有房间有房间，哎哎哎，站着干什么？快去打水给客官洗脸呢！去呀、啊，真是的。哎，客官，对不起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不会，怎么这么晚还洗衣服啊？不如我帮你洗吧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会呢？今天早上的事情还没感谢你呢，就算是报答你好了。不行啊。只要你不要告诉我爹就行了。这些衣服我洗好了之后，过两天再还给你啊。好像生意不错啊！哎，慢椰子，慢椰子，新娘椰子，又嫩汁又多的椰子，快来买啊！卖椰子，卖椰子，椰子怎么卖啊？一个一毛钱。哎，卖椰子，来来来，卖椰子，兄弟，买椰子，不要，多的椰子，卖椰子。我们常常要这么玩的，你不是这么小气吧？是啊，我是这么小气的，怎么样？喂，喂，哦，喂，很痛的，别丢了，别丢了，我，嘿，想死啊，臭顺服，你还丢？啊，糟了，你闯祸了，快走啊，别让我爹看到你啊，快走啊！我看到了，臭小子，你还敢来？我打断你的腿呀、啊！算你跑得快，不然我宰了你！哼，死丫头，还不进去！爹，这个酒坛啊，很脏啊！别耍花样了，想等他来是不是？给我进去！哎呀，我的酒，这个死丫头打了！天祸啊！死丫头，我打死你！哎送我去椰林义庄。义庄？去还是不去？去去。你住在哪儿啊？去义庄干什么？你一定不是这里的人吧？这里的人啊，是不会选择这个时候去义庄的。那儿啊，又偏僻又恐怖。喂，你不会是找错地方了吧？你刚从外地来，出入要小心哦。那种地方换成是别人才不肯送你去呢。小心啊，下山坡了，坐稳啊。哇，你真了不起啊，我载过那么多人，除了我师父，没有一个不蹬着屁股坐痛。喂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你去义庄干什么？龙兄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稀世珍品呢。当然，这可是宫中的宝物。是贼赃，价钱只给一半。不行，
一分也不能少。那我一分也不给。哼，走。哎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你要多少就多少，你要多少都给你啊，饶命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师兄，我们该到福建街回拜了。兄弟们，哎，我们到福建街回拜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师傅说过，要是得罪了未来的岳父，师兄的头啊，就要变成和尚头。你这胡说八道了！哎，你岳父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即使我们好好的去回报，他也会找借口悔婚的。是啊，他根本就是嫌你穷。师兄。要不要我们几个替你出口气啊？嗯，对啊，给他点颜色看看啊。只要你们不是太过分，跟那个吝啬老玩玩，我倒不介意哦。哦，那大爷，大爷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正那天我去拉车。哎，你们说啊，我们这些孙悟空啊，能把福建街闹成什么样啊？我们就把大大的爆竹丢进他的店，哎，吓吓他们。好、哎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还不够啊！明天我到肥龙的店里拿一些烂鸡头、烂猪头扔进他们的店里，哦、让他们尝尝畜生的味、哎、呀！好呀好呀，出事了出事了，不好了啊！大师兄，不好了，福建街死了好几个人了，死好几个人，没事啊。是啊，古董店的黄老板和他的保镖都被人杀死了。啊，被杀死了！这是一向态度，他们在哪里被杀？谁敢在这里撒野？我不知道。不过听说是在义庄被杀的。义庄，义庄。哎，到了，一毛钱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吓了我一跳，你呀才吓了我一大跳呢！你不怕被我爹骂呀？刚才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却这么认真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走吧。哎，是真的。我真的看到一个神秘人。是啊、嗯、我跟你说，这个神秘人昨天啊还爬到屋顶上去啊，还用石子打破了一坛酒。那你爹又打你了？啊，哇哇，他当然打我了，难道赏我吃鸡腿啊？哎，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。你买了东西给我啊、嗯、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啊，能让你看到世上最美丽的人。真的吗？嗯，你闭上眼睛。还要闭上眼睛、嗯、快给我看好了，睁开眼睛。是不是很美丽啊，老婆？你厚脸皮呀、啊、
谁是你老婆？我就知道你跟你爹一样，看不起我，嫌我穷。哎，我可没说过这句话。我就知道你非我不嫁。哦，原来啊，你骗我。来来追我。喂，别跑啊，别跑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好痛啊。哪里痛啊？说啊，哪里痛啊？我帮你搓。很痛啊。哪里痛啊？妮妮在我身边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痛。傻小子。新面食来了，新面食来了。谁在这里找人情报？我最讨厌人家挑衅我。住手！是你？你什么你？你们这些臭小子就会来这里捣乱。兄弟，你要得替我们出头啊！你放心，有我在的一天，他们别想再踏进福建界一步。什么？师兄，师兄！太厉害了！过年过节要一个劲儿，这样的。下下下下，凡事以和为贵。黄师傅既然请我出面当和事佬，我当然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不行。是啊，这一班人呐，每逢过年过节都来捣乱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幸好有他出头啊，不然的话我们就麻烦了。哎，是，是我的徒弟不对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可以再来一场落力的表演，算是向大家登门谢罪。师傅，不要，师傅，不准多事。哎，不说什么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。是的吗？一点没有。就算是我们不对，也不能随便任人欺负。是啊，是啊。这是谁欺负你？谁欺负谁？是大家稍安勿躁，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。对，是我教导无方，我向大家敬茶道歉。慢着，我答应过福建界的人，绝对不让五十队再踏进福建界一步。就这么了事，我以后怎么见人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师傅，为了不让陈金生先生为难，我建议擂台比武。什么？打擂台？打擂台？要是你们赢了，一切就一笔勾销；输了呢，以后舞狮队再也不能踏进福建街一步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好主意啊！结束便吧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补一只才不能要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他怎么去的这么突然，留下我们母子俩以后怎么办？Thank you.
衣服洗好了，也缝好了，还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有件事情呢，我想求你帮个忙。说吧，只要是你的事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我想求你，不要打那场擂台赛。不行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可是两股相斗必有一伤的。你这么关心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的。我这块玉是我的传家之宝，你收下吧。不行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的。对了，我娘叫我去天福宫上香，我吃了，我走了。我的女儿不识货，我这做爹的可以带她收下这块古玉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比她更了解你的心意，我很感激你替我福建街出头。只要你打赢这场擂台，我就把它许配给你。怎么样？是真的？那当然啦，绝不食言。大叔，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哎，什么？孙福，怎么找我有事啊？你跟你师父说，这场擂台赛他一定赢啊。你听到什么？我爹把我当成赌注押给阴石。什么？这简直太过分了。走，我去跟他说清楚。不要不要，顺福，算了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也有话跟你说。臭小子，你啊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。你给我听着啊，我已经把他许配给他了，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见面。你爹，你什么脸，跟我走。金云，顺福，你想怎么样？要打架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那就要打过才知道。谁放他，我就打断他的腿！爹，我求求你啊！哎，这些没用，你乖呀、啊！哎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！哎，我们去吃东西。来来来，爹，真心快求爹帮我找你啊！娘，娘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让我再见见顺福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好，娘。师父没事。师父，师父老了，师父老了。想当年带你进武馆的时候，你只有六七岁。师父的养育之恩，师父一定感恩图报。师父要的不是这些，师父要你做人顶天立地，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好，师父平时教你的你都记得，不过你的牛脾气要改一改啊。师父不在的时候，武馆全靠你了。师父你怎么这么说？哎，自从生了一场大病之后，师父的体力就大不如前了，是时候把武馆交给你了。要我接管武馆，除非明天擂台让我去打。不行，他这个人来历不明，城府很深，绝对不是泛泛之辈。祸是我惹的，我就是拼死也要跟他比个高低。顺福，你冲动他深沉，你刚直他险诈，论心机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可是师父，不要我再说了，
这种危险的事情，师父绝对不会让你去做的。师父，只要你记得，要众师弟们服你，要别人尊敬你，你要记得四个字：以德服人。对，你记住这四个字，你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啊！师父还能打擂台吗？对呀、啊，师父身体不太好啊。来，不如这样，就由我去。你行吗？你行啊！大师兄去也差不多。不行、啊，你不行、啊，你去打吧。师父，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特地给你泡了一杯生茶。你们担心什么？师父宝刀未老，这次擂台，师父一定会赢的。师父，请上香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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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快拿椅子过来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怎么样了？你的茶，你的茶，你的茶。今天的擂台比赛，生死各安天命，签了生死状之后，比赛就可以开始了。跳今天的结局感到非常遗憾，可是擂台胜负已分，大家有言在先，武士队从此不止再进入佛界界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以德服人。
로단가방으로해도金玉爷，金玉娘，擂台下打得怎么样？到底怎么样了？黄师傅死了，死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走啊，马上离开这儿，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娘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，我不能的。金玉，娘一直不能保护你，这次就算是拼了我的老命，我也不能断送你的幸福。娘，你快走啊，你可舍不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回来，走啊。放手啊，你放开我啊，你有没有听见我叫你放手啊？我哪点比不上那个臭小子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死都不会跟你走的。走啊，放开我，顺福，你小心点儿。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师傅放手。慢着，放了他。不行，我们要为师傅报仇。住手。难道你们都忘了师父常常都叫我们要以德服人吗？可是武师队不能进入福建街，一度成为不可打破的禁忌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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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义堂就靠你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们走吧。是你真实的脸，在古老传说里面，时间有一双眼，冷冷看着故事上演，这次又该谁走得远远，染红了整个世界，是真样的季节。爱情燃烧着的思念，能不能一直到永远？以为等待就有终点，只见疲倦的容颜。爱情燃烧后的思念，留下回仿佛季节轮回变迁，又有谁能留住那一天？
在古老传说里面，时间有一双眼。